From the end of this year, telecoms operators must not buy any 5G equipment from Huawei.是一家企业、一个产业的问题，而是英方不计代价将商业和技术问题高度政治化的问题，是中国在英投资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的问题，是我们对英国市场能否保持开放、公平、非歧视的信心的问题。